今天讲银行，然后王银行的话呢，给提了很多开户、销户、查询、转账、信贷，所有的在家里面都可以完成这些银行的业务，是吧？你像这些东西就会不会在家里完成了啊？那这个银行网点的话也会减少。啊，这网银行啊，网银行有支付密码、通信系统还有保密系统。那么它主要这个是这个什么呢？是一个保密啊，它这个传输过程中呢是一个保密的，是一个保密的啊，就是传输的时候不是明码的，是吧？不是明码给你传过去的啊，它是个信封，是吧？信封打开以后是解密的那个，是吧？好，那么呢，这个客户机也是一个前台后台，跟我们跟你们学的该是一样的，是吧？有一条它是前端的，是吧？前端的，还有支付密码，一个宵夜啊。这个支付密码之后，你们看那个银行不有个那个密码器嘛，是吧？那个银行密码器，你们说输这个密码的时候是明码还是加密的？这个支付密码的话呢，以前啊，这个密码器啊是采用是明码传送的啊。以前就是说早期的时候是采用明码，但是现在柜员上面的是一个型号，后来呢改了，说明码器不能用明码传到计算机上面，是吧？传计算机你可以获取啊，你完全可以获取到它的那个信息了，是吧？怎么办呢？还是加密，在密码键盘里面。加了一个代算法，然后传过来是一个加密的东西，这样的话你要解密，是吧？然后再到那个后台去解密，是吧？这样子的。好，这就是这个自动密码系统。还有通讯子系统，这个银行通讯的话呢，也是一个，它走的是这个专网啊。他们这个通讯子系统，它走的是这种专网。银行一般用专网啊，然后采用这个安全认证技术啊，这电子签名，它用数字签名的方式来进行这个保密的啊传输。这个网络银行啊，这个网络银行这个 DS 架构啊，这是一个 DS， 这个 C 是什么 ？Client 是吧 ？S 是 Server， 是吧？这个 S 有几个？啊 ，S 是几个 ？S 是几个？啊，工具群，工具群一般在哪儿呢？像有，就是说，它是北京这边可能会有一个，是吧？然后江浙一带会有一个，然后广东那边会有一个，是吧？还有自主银行，是吧？自主银行现在发展很快。为客户提供金融信息的增值服务啊，就是这东西呢，还是有一些故障的啊。这些故障在你的时候也是那个啥。那么网上银行它有一些特点啊，网上银行全面实行无纸化的这个交易啊，服务方便、快捷、高效、可靠，是吧？啊，这是它的一个目标啊。它是服务方便、快捷、高效、可靠，是吧？这个东西是，网银行。好，经营成本低廉，简单易用啊。好，那么网上银行呢有个风险及安全对策。那么这些软件系统的话，有个漏洞是吧？它的安全，还有微博的安全、数据安全、信息的安全。那网上银行的话，有个交易风险啊。那么加密算法等于128位加密算法，那么这个解的很困难，所以的话呢。所以一般解这个还不好放进去，它是加密的，是吧？加密的。那么犯罪分子呢，一般是以各种方法诈骗，是吧？中奖，网上银行是以网上钓鱼，然后这些网站呢，成为这个银行网站啊，里面的网站都不是很敏感，很难分辨，是吧？而且输入用户名密码，能达到这个进行诈骗的目的。
网上的黑客啊入侵这个电脑系统。那么现在这个入侵的话，现在是无孔不入是吧？你在上机的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入侵了是吧？木马恶意插件后门。那么网络这东西呢，它能够监控你的全面的这个电脑整个过程是吧？包括恢复的啊，还有打字木马呀等等，可以监控你的啊。还有包括专业账号器是吧？专业账号该到你的这个号，这很多这种专门就是说在你终端安插的啊，就是黑客技术。还有这种黑客技术也作为一种计算机技术来卖钱，因为这种技术的话绝对不会在客户里面出现啊，就属于线下的黑客技术。那么建立这个网络这个安全防范体系是吧？有防火墙、滤波和加密技术，还有人体特征识别。好，那么呢，一般我们现在是这个浏览器的话呢，这个使用加密处理，信贷作业是吧？然后网络银行的话呢，有个安全防护体系。这网站最怕的是什么呢？是它一个 IP 上的中心是吧？数据库审计，还有专业对抗 DDoS 设备。这 DDoS 设备最恐怖是吧 ？DDoS 设备的话 ，DDoS 设备它的软肋就是怕什么呢 ？DDoS 攻击是那个防御点是吧？防御的那个 IP 点数限制它。然后银行应对就是说，一个是就是建立这个认证的密码呀、文件认证的库里啊、一个口令行、工具认证啊，这都是这个常用的认证啊。好，密码是一个容易被盗取啊，安全系数呢30%，便捷系数100%，所以密码这个系数呢安全性不高是吧？容易被盗，30%啊，安全性不高。还有文件数证书要好一些是吧？文件数证书，文件数证书的安全数据就100%了，70%。文件证书的话，验证就是70%是吧？便捷系数100%，网吧有30%。网上银行的应对，这是动态口令卡。这动态口令卡你用过没有？中行的。这个我有一个，但是它只能汇5000块钱啊。它的限额和限额只有5000块钱啊，不然口令卡，是一个数字，然后也没有。正在口令卡啊，正在口令卡的安全系数50%，便捷是80%啊。正在手机口令，那手机口令的话呢？但手机口令，现在这个手机的这个口令好像是2分钟有效啊，这2分钟发的那个信息呢，它是一样的，它没有搞到1分钟啊。这手机口令的安全系数最高80%-90%，除非你的手机不电了，是吧？都给人用了，就是一般的话，那手机安全系数比较高啊。还有一顿口令牌，就是中国银行搞了一顿口令牌啊，这1分钟背一次啊。一顿口令牌啊，有的是30秒，应该是1分钟啊，应该是1分钟动用一次。口令牌是保护这个账户的安全啊！你这口令牌的安全系数是80%-90%，便捷系数80%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有时候要出差的话，你得带它，要不你就汇不了款了。对，便捷的话，它不是很便捷是吧？不像手机是吧？不行啊！还有邮速证书啊，这像邮公邮政是吧？你带就好了。还有一个数证书是吧？可以尝试是吧？是一个数证书的话，要高一些95%，并且是95%，要装驱动，啊，装驱动。